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花公因为贪杯果树，讲出了婚姻的过去，才发现讲原来天龙真的生气，就会变身猪妖。花婆只有消除天龙不快乐的记忆，回脑海里敢那出阿秀这个甜蜜的过去呢？尔花公嘛只有带天龙落山去找某，该相思。啊，这个落山，阿秀甲天龙竟然就水相拄啊！康虎圈，你哪会被拍啦？拄只是有人弄着我，我差一点仔跌倒。天龙好心甲我扶。你唔知影头，唔知影尾，佮对人起脚动手，你啥物意思啊？是的啦，我唔知影哦，代志竟然是安尼。我伫西凤山找无着路通转来，但是天勇因甲我救的。天勇佮阿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即马甲拍着伤啊！你讲，你咩做，还当赔偿人？原来。因就是你伫西王山拄到的恩人。哎呀，两位，拄只是我受过冲崩，不带你客气嘞。哎，你的老头真棒呢，哪敢做朋友啊？既然你是阿叔的救命恩人，嘛就是我的恩人啦。唔知影我有迄个荣幸，邀请两位来阮家吃一顿饭，表达我的心意。拄只迄个老的，确实就是当年伫个训练场边的迄个。另外，迄个叫田勇的，伊竟然生得甲大炮一模一样，伊一定就是训练营囡仔。伊是不是要倒来找阿宝秀？我是要安怎才好？阿宝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甲虎村要请倒去找食饭的迄两个人有关系吗？尤婷，你听阿宝讲，拄则你看到的迄两个人，你绝对袂用去抓伊，知无？为什么那两个人看起来明明就亲像曾卡松同款，一点仔都无是有一人啊？我为什么要惊因啊？那是因为拄才你看到那个少年的，伊叫做田勇，伊才是酷卡真正的金孙，嘛就是恁大炮姐的亲生后生。是啊，伊就是阿母，这个代志恁哪会知影？我是安怎知影？你莫管啊，惠弟，这件代志你家己知影就好，千万袂用甲别人讲。阿母，这件代志为啥物我爱甲阿妈讲？甲阿妈讨功劳啊？拄则毋是才甲你交代过讲，这件代志袂当让别人知，你是袂听哦。惠弟哦，袂当让任何人知影，尤其是恁阿妈。啊，毋过阿母自有阿母的打算。惠弟，你莫讲出去，是为着你好。你莫搁伫遐自作聪明，听着无？我知影啦。麦克，来。我第一次看到田勇，我就感觉伊足顺眼的，也就感觉兄弟同款。恁真无简单只落山，无安尼啦，你归去伫我靠家己大几工啊，拜托客气。柯少爷，田勇伊有代志想要拜托你。哦，什么代志？
啊，我想要麻烦柯少爷吼，看是不是会当帮我找一个头路，我想要甲你趁钱啦。原来是安尼啊，这部问题啊，拄好阮家花园欠一个园丁，无安尼啦，你就先留在阮家替阮家种花。好啊，好啊。这就是阮家的花园啦。哈，这嘛算花园哦，哦，拢无人接你的哦，哦，花草拢嘛死了了啊，吼、哦，真正是害了了，害了了，害了了，哦。田勇少爷，这的花哦，拢袂烦的啦，归去哦，搁叫人来整理整理的，搁买一挂新的花回来种。只要你吩咐一声哦，我就先叫人去买。爱安怎做，才会当搁这的花搁开花呢？田勇少爷，给我牵伊的手。一定是嘛对我感觉嘛袂歹。哇！田勇少爷，你哪会拢唔知影人的心意啦？拄好有一桶水，佮加上块磷泉水，一定会当让这个花佮开花。看我哩！就水的阿香，朋友，看起来你的工课跟他做了真顺利的。系啊。这花送你，你甲这朵花同款水哦。多谢。真好，真好，真紧也真紧，看起来真紧就发到拜堂日当榜吗？这个青阿长哦，竟然敢跟我出田勇少爷，真正是不知影死活呢。田勇少爷，虎村少爷还有代志要交代给你做。哦。剩下阿公，阿你着这茶拢整理整理的，就会当休困啊。哈，这尔济茶，田勇，你敢有花到精力？哈哈，无问题啦，这工课哦，对阮田勇来讲哦，就敢那倒顶泥干，无问题啦。少爷唔那体贴，佫会晓种花，连捡菜都这么缘投，是我林耀丁哦，洗目睭看目眉以来，看过上界迷人的查甫人啊啦。阿公，您看我整理好啊。林耀，这么紧就整理好啊，一定准备好诶。阿秀，真多谢你呢。我哩七哥，这个死阿秀，已经虎村这个未婚夫，竟然过来抢我的田勇少爷，我绝对袂放你走。阿秀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您讲您讲。我有话要甲你讲啊。这个有点钱，竟然敢陷害我的孙媳妇，好我看到。我就好你一挂假死！三林，阿妹，小弟，阿星，你话紧无哈？我话紧啊，田勇，你拄只好像你阿姐顶个拍电，你有安怎无啊？我无安怎啦？这样安怎？哦，你看挨到这大声，一定足痛的啦！阿秀，你出来，哇哟哇啦！田勇，我出来要去买药啊。哦。田勇少爷，田勇少爷，阿母，我怕死我啦，拢是迄阿秀害的，也替我做主啦。你哦，我不是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去两个人较远的。
结果嘞，你搁走去抓伊，即马破相了吼，你怪啥？怪你家己啦！阿母，你哪会当对我讲这款话？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啊！是安怎为着我？迄个天勇，若是介意我，要找我，那安尼我就是靠家的小奶奶啊！你就会当分我的福气，继续伫个靠家过好日子啊！我啥物时阵叫你嫁予天勇啊？我希望你将来嫁的人是柯虎春。我无爱啦！李有弟，虎春，你这个查某啊，要替我洗脚资格拢无啦，搁想要我红灯四桥找你入门啊？哼！真正是笑死人啊！你是倒一个耳仔听到我要嫁予你啊？就算哦，全庄头的查甫人哦，拢死了了，我嘛袂瘾嫁予你了。林玉珍，你这下真正是抓到我！你母仔即摆把火关关嘞，让我死出去！柯有春，你是有啥物了不起啊？我林玉珍哦，要嫁的人是天勇，唔是你啊！你只不过是靠家的养孙，人天勇是靠家真正的大少爷。空嘴无食。真正什么话拢敢讲？我也不讲啊！天勇甲大炮姐在生的时阵哦，生甲一模一样啊！你唔相信，你家己去查。真正是嘴唇一粒猪相的唔认输，不准敢会相信局长的话呢？伊是要安怎查证天勇的身世？唔相信，你家己去查。虎春，代志已经到这来啊，阿哥嘛无想要隐瞒你啊。拄则玉珍伊讲的拢是真实的，天勇就是大炮的亲生后生。亲生后生，你搞什么证据？你会当家己去查，啊，不过吼是歹拖伤久啦。啊，若无老夫人若是回来，知影这件代志，恐惊的吃亏是你哦。阿哥哦，好心苦劝你啦，要是赶紧哦，趁大家还不知影代志真相之前，赶紧跟我合作。啊，那好啊，你讲的话我是不可能相信的。要不过这件代志我要去查清楚，但是哦，我知影你要讲白惨，有个你应该知影。对，阿公，天勇，有你来阮家做客，搁替我照顾花园，我真正足欢喜。今仔日一定要啉一个爽快，来，不醉不归。好酒，好酒。王氏讲，天勇阿公是贪酒的，我着当灌好醉，无的卡会当问出我想要知影的代志。好酒，好酒，好酒，好。天勇少爷，你还是嫌烟头好看。我昨昏在梦中就梦见你甲我懒条条，讲要把天顶的月亮送给我。梦中的你对我足温柔、足体贴的，为什么今麦你说一句求爱话拢唔对我讲？柯少爷，你真正是大好人呢。天勇，莫甲我客气，好打。哦。这个真卡数。我今仔日一定要补清楚你的身世，若是你真正是靠家迄个金孙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哎，在在在在在。哎呀，天勇啊，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咧？我练完啦。天勇，天勇啊！柯少爷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阮天勇哦，是有名，一嘴就倒啦。无紧啦，兄弟。过来，是。马上带天勇少爷扶登去夜房间。是。别他妈恁个狗命家子，实在受够害了。来来来。少爷，你有安怎无？你较细个哦。这红果果都要找好，赶紧去给天勇吃。天勇少爷，红果果到了。哎。有丁来扶天勇要去房间。天勇少爷，我愈看你哦，是愈看愈缘投啦。
咱两个哦，根本就是天生的一对嘛。都怪你啦，太过避俗啊，才会唔敢甲我表明你的心意。我看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你甲我有进一步的男女关系，你才会较紧甲我求婚。哦，我才无想要嫁予迄个寇虎村嘞。我只好暂时牺牲一下，较主动一下。太阳少爷，我来啊！恩达啊，我来啊！小小姐，天佑少爷伫咧内底哦，一直叫你的名。阿母，你乱。点去？阿小小姐，天佑少爷因为啉酒醉啦，啊，即卖人做无爽快，你也是赶紧你去照顾伊啦。哎，阿小小姐，我看哦，天佑少爷对你用情真深嘛，你是千万哦，袂当辜负伊对你的心意哦。怎样？我甲伊也是天佑，你搁甲迄个拍比过啊，甲天佑送做对。哦，我见过你啦。你哦、喔，你天佑较远的啦。若是搁我看到你家己高高低哦，我绝对会放手，我绝对会放手，听着无啊哈？好啦。阿公，你冇变冇？不要紧。阿公，你是打天佑饲大汉的，应该知影天佑真济代志哦。是安尼啦。我想要知影天勇是不是考大炮的后生，考家境孙啊？天勇啊，确实是考大炮，甲黄粉人的亲生后生啦。原来天勇真正是考家境孙，想袂到孟师公是真实的。若是安尼，我绝对袂当让天勇伫考家，更加袂当让阿妈知影这个代志。必要时阵，我嘛只好痛下杀手啊！俗语讲，巧巧人买一个老酒红。话讲贪杯，却将天勇塞入死劫当中啊！天勇敢无法度躲过这关呢？天勇啊，卡叔也情书啊，激动啊，得赶紧好赶快，变出了第一名。迪卡，啊，够有了解的哦，真正是哦，还了了，虎春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来提醒你。提醒我？你是有啥物代志会当提醒我？我拄则刚刚看到你的宝贝未婚妻阿秀，今日要天勇的房间哦。你讲啥？你嘛知影天勇啉酒醉啊，我是唔知影伊会对阿秀做啥。天勇，今日上汤配食酒诶，啊若无，我给你等一下无爽快，来，起来。阿秀是你哦。行，进来淋汤。阿秀，我喜欢你，你知影无？我无想爱你嫁予别人，我敢想要以后会当甲你做伙。阿秀，你莫嫁予别人，到我顶山顶好无？天勇，你为啥尔远的山顶搁来找我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自从你离开第一天开始，我做任何代志，拢无都甲你放袂记，所以我唔才会来找你。阿叔，我希望你会当跟我登去山顶，和咱阁继续做伙，好无？
是我的未婚妻，你竟然对伊做出这种代志，你敢知影要做啊？天佑，阿秋，放开，放开！都是！天佑，阿秋，放开啦！跟我出，放开啦！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创啊！我才要问你要创啥？你是我的未婚妻呢？你竟然甲别个查某人做出这款代志！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我无想要嫁乎你。当初这张婚书自头到尾，我根本就袂答应过。阿秀，敢讲你真正这么讨厌我？柯少爷，我已经啥物拢知影。当初你超工借钱给我阿爸，让伊挣搁较济岁。开到较大间个店，结果嘞，伊个货卖袂出去，你所以直接还钱，家变甲走投无路，还只是想要开掉头自杀。既然你拢已经知影，我嘛唔免伫你个面头前假好人啊。对，我就是害死恁阿爸个凶手，也唔管有关啦。就算讲你讨厌我，你嘛是爱嫁予我。恁母囝用我遮尔侪钱，我一生五年是算甲清清楚楚啦。即马我要为你的身躯顶，把所有利息全部拢吐倒来。你们畜生！你这精神！我今日要让你知影，我就是你昂婿。行，你有去房间。人讲蛇入竹筒。阿秀甲魔道躲过富春的魔掌，天亮的身世被发现，连富春也知影猪妖的纠缠啊！伊甲阿秀敢真正发到幽精人终身幻想呢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西施猪魔掌。